舍不得、啊。我就是要开。零一分。耶，大家早安，哦，不是大家午安。你要开到几点？我开到五点。好，五点后我播。啊，真的？Oh my god！还有吗？没有。对，我今天八点半。早上。你有播吗？你有播、哦？有啊，我还跟他一起。你就是在家里，你会排早上？我现在都在排早上。我今天跟他一起学泰文哦。啊有。哎、欸，你上次有讲错，忘记了。有忘记。没有啊，他们都要上班啊，就上班前。啊。对。欸、我排八点半，他们还就是觉得对，因为他们已经上班了，已经八点上班，对。太晚，因为八点半的话就要翘班了，或者是可可，对啊，差不多差不多。那我现在完全是个死亡时间，三、啊、点零二分。你每天还好哎？是吗？我觉得三点是下午。你几乎都排几点？晚上八点。你是下午？下午。最近晚上或下午。我也是晚上，其实。我最近都下午。对，今天是聊天台。我是最近突然变早上。今天是什么黑白加黑白丽黑白丽对黑白丽我们是不是可以跑开我是丽对他是丽你是黑阿丽谢谢八子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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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那黑白的意思，那个黑是三黑白的。他变白了，他现在有化妆，他变白了，他现在有化妆哟。哎，我们脱去他的假面，蛮难过的。包子不开心，包子为什么不开心？是比较黝黑吗 ？Why？ 你家吗？你说我家吗？没有，晒的，晒的。嗯，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的。因为我宿舍也很白啊，我小时候。都在跟我姐比谁比较黑，然后我们就会故意去晒太阳。谁是可乐？我不是，我是咖啡。这是我的，不是，你是不是点错？我喝错了。喝了一口。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可乐吧？所以这是可乐。嗯。而且国中都骑脚踏车上学，然后我就会晒很久。你说在那个地方家乡？嗯。难怪会比较黑，就是比较晒。谁？而且我会一直想去晒。你是可乐，不，你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太阳出那么白吗？因为其实三个字超级可悲，超级可悲有四个字哎。不会晒到怎么了？在哪嘞？谢浪客的幸运蟹草。不可能是，你是家本身就比较皮肤偏黑。对，你的短发像家吹穿了。什么意思？谢浪客的百事可乐什么意思？你们在说什么？嗯，很好吃诶，大麦克。双层狗肉芝士堡，贝麦，两个字，什么意思？切秋日红的闪光之星，我已经跟不上你们的。歌，我想听你们的歌单，你的歌单，你们的。嗯，歌单是随机播放。我也那不要。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对。Hino Tori。Hino Tori。最近有点英文的 rap。对。我觉得你今天可以打 iPad。金属啊，摇滚。你也看动漫之类的漫画，你也是。我想，我以前就是。这里的人都会。哦，哎，那你们很有话聊哎，因为那时候他跟。汪汪，你们三个在聊着，我说你们在聊什么？什么谁谁谁？哎，你知道张宇吗？我觉得你有一种张宇感。张宇是谁？一个歌手。张宇。张宇。张宇。亚红。女的。嗯。台湾的吗？不不。哦。好，去吧，拜拜。张宇。谢谢飞鸿的行李箱。我看一下。你是说长相吗？你才不是第一次看看你的黄勾勾，来，就是那种柔柔感哦。呀、oh, yeah, ，有阿丽，假音冠 ，Hello， 大家好，可以吗？嗯，然后我来吃我的午餐，我真超冷。午餐，它是什么？哦，蜂蜜芥末。你就加那个，不一样。
张雨林，不是张雨林，谢谢。谢谢你的，我来签到。谢谢你的浪漫心，哎，不可能真的跑去打 Apex 了吧？傻眼嘞，回来。谢谢 Hiko 的浪漫心。是吧？以前好像跳这个不是就会上这个东西吗？我有跳过，然后你有跳过？有啊，跳什么？双层牛肉集市吧，会瘦，会送东西。啊，我想会瘦是怎样？是送什么薯条吗？还是什么？对，当你这样子有趣的人，会问我吗？不可，没有去啊，我又不在这里。啊，怎么？那你怎么会知道？签到茶叶。王一佳介绍。看到呀，影片啊。我国中跟同学一起。买一送一。哎，我们学校外面也就是卖。是买什么？我忘记哎，好像有这种东西。我看一个影片，罗志祥。嗯，然后看一个影片，然后过去说，就是到他的时候，他开始跳，然后跳到一半之后，那个店员就说，不好意思，活动结束了，我们活动结束。哇，难过。没有，他可是还是会给他发点东西吧，他都跳得那么卖力的话，他还有一点掌声。哈哈哈哈哈！玩具，儿童玩具。目前那还是，现在店员应该没有法。嗯，那个是好多，应该现在还有儿童玩具这个东西吗？有吧，还有欢乐餐，以前还有什么 Ben Ten 的，什么四手霸王啊之类的。以前有超多东西，就是各种东西，对对对，现在什么都很多啊，什么都有，一堆哆啦 A 梦磁铁。嗯，还有 Hello Kitty 的，怎么环游世界？哆啦 A 梦环游世界，同时就待在这里。没有没有，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在香港也是有超商，有等一下是小七跟小全，全家没有全，没有全，有七有七，没有全哦，没有全，嗯，没有 Family 吗？也没有来了，我没有了，有 OK， 这 OK 跟谁打的？没有来了啊，好酷。我那时候觉得拉尔夫很难背，就虽然是不需要背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便利商店。你说怎么拼吗？我也是没有，就是那个红红的点点，对，那个红红的点。现在不当像 OK。对，然后一直找 OK， 然后他没有进会员票。我上次去韩国也没有 seven 之类的。是哦。韩国没有 seven， 他们有他们的超商，我是不知道那是什么超商。哦哦嗯。它就跟单程一样的双层，就在一起吃饭，然后很浪费的感觉。真的，真的，开玩笑是多落后。只要大家都在，对，就很，只要大家都在，然后都在这边，然后有话题可以聊，然后就很像同乐会。谢老沙的夏日祭典上，还有花，跟菜单不一样，也是套餐吧。嗯，不可能，就是，但一样都是会有薯条这样，对，就是不一样的是那个这边有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进化，因为这边有分什么 A 套餐，就是什么配沙拉、配薯条，但好像基本上我们就是配薯条，然后你要加，以前都是这样啊，但香港的冰旋风很多奇怪的口味，嗯，因为派也很好吃，就是。什么口味？榴莲口味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榴莲口味，但之前有个 <Yeah. S 2> 有出过巧克力的，很好吃。我刚刚想说耶、yeah, 哦，感觉真的好吃，因为我也喜欢耶， yeah, 我不喜欢耶、yeah, 嗯，然后紫薯啊， <Yeah. S 2> 然后红豆啊，对，有小青、小青之类的都有出过。然后哦，那个巧克力真的超好吃，榴莲。榴莲感觉是台湾。跟你分享我的歌单。啊，我刚刚听到了。榴莲派好像有，榴莲冰淇淋，有榴莲冰淇淋吗？好，所以我有吃过，有，是，我吃过，好吃的。哪里？香港。啊，真的吗？对啊，我有吃过。好酷啊！还是我回去的时候，那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想了，你看他，你在往上吗？他的脚痒，抑郁吗？你好笑，我有感受到他在刷牙。真的是，突然想到这时候，我真的，就是因为我
就是晒啊。黑夜。我只是被晒黑、嗯。就是黑晚上、欸。真的、哦。嗯。就是晚上黑晚上。就是天完全黑的时候。哎、欸，好强哦。超夸张。怎么用的？调出来的。哎、欸，好强哦。这里是吗？这里是，这里是。好强哦！对对对，这里是。哎、欸，最可怕的是那个时候。天一黑，然后虫子就全部跑出来，因为那个早上完全没有，还要打光，然后虫子就会全部跑出来，哦，好可怕，超恐怖，我没有办法。嘿，嘿，什么泰国好多，什么东西好多。我觉得家里这次头发榴莲吗？紫色。嗯。我好想看宠物染这种其他颜色的头发。它已经染紫色了。有？没有紫色过啊？太淡了。它有紫过、啊。我觉得要那种，就是真的像家里那种。它不是有过吗？紫布布的。没有。那要漂几次？是啊。我想看你那种白，因为你很白啊。我怕你染会更白，就是差镜头。我也对啊，真的对，偏伤，慢慢来，慢慢来。一家你有染过头发吗？没有，从来从未。我应该不能染。你想染吗？还好，我会有对，我会有家族革命的问题。你家里不行。对，家里不行。真的假的？为什么？啊，不要问我想。嗯，我就不行，就妈妈说不行，就是不行。那你有染过头发吗？嗯。这是怎么开始这种话题？没有啊，就是单纯。因为像最近前几天有去过英国，有吗？没有啊，前几天前阵子。昨晚上，我问了吗？我希望高允爵永远就黑发，我喜欢他这样，我喜欢你这样染的哎、欸，什么颜色？绿色之类的，深之类的，好，深绿、浅绿、浅绿、荧光，我不想太亮。你可以本人变成一套体力服。我唯一是希望林雨欣染黑发。他可以说希望他变成。哎，直接不见自己张脸在飘。哎，你让人家哪里？大理，很适合。这个超需要，太亮了。但我一开始没办法想象邱敏涵染头发，但感觉蛮好看的、啊。当然，可是他的没有很明显。也是啊，这个绿，就这个。哎，我想再挑绿草地的绿，黑色，这样。为什么？就太绿了吧？对，就要暗一点。你那个绿已经是小这样森林绿，对啊。哎、欸，这个好吧，之类的，差不多。真的是蓝色还是绿色、啊？染发只会不习惯一阵子而已。嗯，那个你，但是心情会很绿色。我觉得我对我来说 ，C K K 的不要星星，不要听着，差不多，对，就是不开心，染发。算我先。我想象不到林雨欣其他颜色。这个。這個但是你是我觉得你很适合哎、欸，我也想象不出来哎、欸。没有，我觉得他就是适合黑发的人。嗯，而且他蛮适合黑直发，他最近黑直发我觉得很好看。他不是一直是没有，他之前有卷的，他的造型，或是绑起来。但我喜欢他直发黑色。我最近很喜欢平衡的全眉头，就是没有留空。嗯。他最近都是全妹，全妹不好，全妹齐刘海不好吗？就齐刘海就好哦，也是。那你们有想看哪个成员中分的吗？就除了我们这些中分的以外，你想看？你说可以中分的人，你说适合的还是想看的？想看的。欧米伽，我常中分吧。我想看林杰齐刘海、欸。可是林杰之前不是就有变了？林杰齐刘海，他是空气吗？对啊，之前是空气。但他 TV 的时候有那个吧？他现在长得不一样了、啊，他才有。不可能想要看痘痘吧？额头痘痘。其实我蛮想看你的中分，不是，我是说真的，就是中分的大波浪卷那种。有机会啊！我蛮想看看看，因为你的额头很饱满。对啊，我的额头很饱满，然后蛮是好看的。我妈也说我不太喜欢额头，但我真的不喜欢。那是因为你不喜欢画眉毛吗？不是，是它会就太饱满，然后把，对，哦，对，懂。但是因为你这边太塌了，你要把这里撑起来。对，我也觉得。嗯，因为你是安利，之前也有啊，我觉得很好看，超好看。
有人说想看诗雅中分，这样也不用过啊。对啊，他练舞练一练就会中分了。对对对对对，跳舞跳一跳就。应该是很多人跳舞跳一跳就开始中分。对，大部分。那是正常的。写刘海的中分，写刘海。写刘海中分、哦。就四四哦，不是、哦、不是不是，铁刘海是铁刘海，我也说四四的。零一跟阿潘。零一哦，零一可以吧？好难想象、哦，零一有过吧？他没有过吗？你说中分吗？他有过露额头，对他有露过额头，是真的、哦？我不知道，但都可以看看啊。谁想到？阿潘，阿潘有吗？阿潘好像没露过，有吗？阿潘没有吧？没有看过。我看过他的额头吗？喂，他还没有，哎、欸，我看没有见过面，我看他一定的吧。他们夸张。哎，但我说这原子族真的比较适合妹妹头，我真的觉得他中分太凶狠，就比较凶狠一点，所以我喜欢他妹妹头。我最近很怀念他刚进来的时候，就是都没有，就是很清纯的。啊，可是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清纯呢。现在是什么？现在是有刘海。对，他现在有刘海很可爱。就是那种有种鹿的感觉。对，鹿就是那种像欧阳娜娜。我现在讲鹿。好可怕。嗯。鹿系。走哈路，我是麻雀系女孩。麻雀系，我是猪系。我们昨天在讨论大家长得像什么系的脸。真的觉得超超超，你真的觉得脸真的是听起来难听，就这样乌龟，对乌龟的脸，乌龟型，确实太小，乌龟的脸很可爱。他脖子，玩家就是长得很像麻雀，他真的很短啊。嗯。见小鹿啊，它真的很像那种鹿。然后又发现我们成员超多乌龟跟鲶鱼。对啊，就是乌龟，感觉可以套用在各种人的脸上。那边吴奇辉也是乌龟，那姐也是，那姐也是乌龟。怎么这称赞也是在就是嘲笑？不是嘲笑，就是对，很圆的脸，懂吗？就是他的下巴比较短。好，所以鲶鱼系是谁？谢米宝仔，好不好？养生那个鱼类。鲶鱼系不是通常人家都说猫系，不是狗系。是我们今天早上的两小时是鲶鱼系。对，我觉得很鲶鱼。你还要点鱼脸？又是我的 IG， 鱼是真的是那个的。他今天早上真的超像。眼睛该开吗？我们好吵，我们什么都吵。那当然就不是吧？是鲶鱼啊！我觉得它是狗。狗的脸，这是第一个的，第一个说的。你看，我想看你们。哦，这是我以为有特效，真的很黏，他超黏的，他今天早上很黏。他今天早上长的，对，他今天早上是黏鱼。你今天早上是黏鱼。乌龟是说脖子长的意思吗？就是，不是，是一种圆圆的，对对对，超圆圆的。那你是什么？麻雀。是麻雀，你不觉得很麻雀吗？哦，小鸟，嗯，我是鸟系，我真的，你不是我超鸟，但是我还是乌。那你是什么系？哎，你这边也蛮，我可以是蜥蜴吧？你想当蜥蜴？真的想当蜥蜴？我童年，我们昨天有说什么？他的鼻息癌，螳螂系，螳螂没有脸。不是不是螳螂，蟋蟀蟋蟀，你要说蜥蜴，你要说蟋蟀，你看蟋蟀，它像犬系。蟋蟀没有脸。蟋蟀，然后刘小琪查了蜥蟀，然后说蜥蜴，然后查蟋蟀，然后图片出来它没有脸。哎，那我觉得我是狼系，你也是狼系，你是狼系，其实真的很青春哎，很可爱。就是我觉得真的只有他，啊，对，有点。对，就是很青春啊！我都觉得有点像男生，就突然很怀念这个。后悔。谁？猪猪。这是很好的。就是 KYC 的闪光星星。嗯。但我觉得他现在比较正直，大家都正直。我不就喜欢我短发。我找不到猫系，我找不到我们的猫。没有，我们在。我们在说，就是长发但没有辨识度。是啊，我喜欢。我们在说，就是我们大家的脸的长相算，就是像什么动物，就是算什么系。哦，像玩家就是麻雀。你还是猫吗？原子局就是乌龟。眼鱼跟猫的混合。你昨天说什么？哦，我说品牌也是麻雀。是哦，我觉得鸟吧，麻雀可能鸟吧。那这样子是不是说我跟品涵长得很像？啊，可以可以可以。那我觉得是鸟系。
鸵鸟系。我找不到、啊，我就收下这个称赞、啊。男生的话，我觉得男生脸型很像他。运家姐之中、哦，对，眼睛大大的，好被小视，出分，嗯嗯，鲶鱼重也不像男生的鲶鱼，我吗？你啦，嗯，可是你是女生的犬，犬系，好坚持哦。我们刚刚觉得你也是蛮是犬系，男生的鲶鱼吗？那你狼犬？但我不知道我自己当不狼，我不狼，猴系，猴系，不够凶，哎，我就觉得有长得更猴的，但是我不。这样看起来就没有很红。鼠系，哎呦，牛系，大量。Mina 就是非常的鼠啊，仓鼠，仓鼠。其实你也可以变犬吧。哎、欸，你看，犬猴系猴系的年龄，你看很像法法。哈哈哈哈哈。我觉得耳朵不够大。我们这个大一点，已经讨论了好几天，好几次了。对。没有到天了，好几次。好酷哦，你们。很有趣、啊。谈到一点两点，我。易云是狼吧？易云蛮有的吧？嗯。易云不是鼠。易云不是鼠啊？易云蛮鼠的、啊，他蛮鼠的吗？易云蛮鼠的吗？虽然这边鼓鼓的。丑了，不一样了。你就是熊吗？我觉得蟋蟀比较好笑。蟋蟀。不要。蟋蟀到底是谁？我看蟋蟀长相是谁？蟋蟀已经没有脸了。蟋蟀要蟑螂背，就变正了。哎呦，哪有人长那样的、啊？小迪是犬系，可能有哦。哦就是、然后韩寒也很黏。啊，韩是鲶鱼系代表。对，他是鲶鱼系代表，超可爱。真的很可爱啊！好喜欢，是鲶鱼系都蛮可爱的。谢谢。你是鲶哦。你刚刚说我的鲶、哦，为什么我要取鲶这个字？为什么不是鱼？对啊，因为鲶跟鲶鱼跟鱼不一样啊。哦，鲶鱼比较扁。对啊。空鱼，扁到一个不行。乌龟真的很可爱。我有个朋友长得像蝾螈。好可爱哦，好可爱的。哎、欸，我有个朋友长得真的像比目鱼。你好过分！比目鱼真的很丑。他自己讲的，他自己也自己希望自己。就是他自己看，他长得比目鱼，他自己看就觉得他自己是，因为他鼻子很这边很，不知道怎么，然后眼睛超开开，嗯，然后嘴巴大大的。不用计程车好吗？他眼睛在同一侧。我觉得你要找比较 Q 版的那种，还有 Q 版的比目鱼，主打配配是这样。喂。我不是这样，那你找那个小可以超像蝾螈的吗？我看。好可爱哦，蝾螈系。呀，我懂，我懂了。蝾螈是什么？六角恐龙那种吗？给你，查给你看。怎么那么多？这个很可爱吗？车轮鱼，车轮鱼是什么？这个是最可爱的比目鱼。它不是可以，这不是比目鱼。我看。小丑不是，还是小胖鱼。你要找那个小美人鱼那只，那只是比目鱼吗？是，它是。对啊，它居然说是比目鱼啊！见鬼！但蝾螈长大超丑，小胖，好可爱哦！应该蝾螈长大还不错，是啊、哦，对啊，啊好饿哦！蝾螈长大超丑，对啊，为什么小时候那么幼，然后长大超可爱的？兔子，一般的蝾螈不都长这样吗？兔子就是那个脸这样，非常常见的蝾螈，没有吧？我有吗？那可爱的蝾螈长这样啊？你是我的，就小时候，兔系也可以，一种蝾螈、嗯，可是你蛮猪的，猪。啊，猪系，刘晓晴是猪系，我刚才在想说你到底是什么？可是我觉得他也蛮兔系的。嗯，兔系啊，兔，兔，欸、我真的是兔哎、欸，那是墨西哥重口音，我真的要吐、哦，不一样，嗯，无关，有关的、啊，我安的，水滴鱼系，兔 ，one two three four， 我们这里有水滴鱼系，水滴鱼系是谁？是杨雄。袋鼠系，袋鼠，马系，团，我关了，好，不敢看出来。那你觉得安安是什么系？我觉得安安很像小精灵。安安是鹿，哎，是吗？不是，不是。啊，鹿是鹿是贾怡真。嗯，他是鹿，他很鹿哎。贾怡真是鹿。但我觉得安安也可以是鹿。
他是小鹿。他我记得，我也记得啊，有一个长颈鹿，不是长颈鹿是原子螳螂，是什么？哎，那是猫系，哎，那不猫，猫系会怎么样？感觉眼见圆是什么系？鲶鱼系吗？猫头鹰是什么？鲶鱼吗？鲶鱼吗？好难哦，这个好像有点，他是不是人啊？喂，你说人气哦，他就是人，他就是标准的人。啊，长颈鹿？不是谁哦吗？哦，不是长颈鹿吧？谢谢小爱的缘分相遇。哎，对，汪汪好像。熊，熊，不是熊，是什么？我来看一下照片。马戏，哎，波乐蛮猫的，波乐吗？他们猫。柏林昨天有得出一个结论吗？现在想不出他的脸。谁？柏林？是，好像没有。柏林感觉是比较很巧，对对对，狮子，啊，他是狮心。差戏，白痴，什么差戏？哦，救命！是什么呢？对啊，木桶鱼是什么？还没对，阿力在啊鱼，石斑鱼，怎么还在鱼？谢谢超的一封信，嗨，晚安。对，他一直绑双马，让我一直觉得是牛。他又有讲，无尾熊系，无尾熊啊，有吗？蛇系，晨晨。那刚刚晨是什么？无尾熊啊，好像。那你可是尾熊，他真的很像尾熊，就是从以前开始我就觉得很像尾熊，他讲话也是软软的，他讲话就像没有啊，你看其他人他突然爆炸出来，对，就是哇，哎，真的呀，无尾熊系，卢卡，有人说卢卡是无尾熊系，卢卡感觉是猫，白人，卢卡很猫哎，可是他眼睛又很像狗的那种圆圆水汪汪的。啊，我不知道，无尾狗，它可能是混蛋。紫萱是什么？凤，凤系。哎，它好凤哦。但它现在已经比较不凤了。嗯。它之前比较凤。眼睛。不过我觉得紫萱是不是有点犬啊？嗯。那猫猫嘞？猫猫是猫系。狐系。狐啊，它超狐的。狐系代表。嗯。嗯，哎，真的。嗯。它的眼睛。我忘记，我只记得，我们都没有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来？可能只是会记下来。我要在我的那个个人简介上面写说，麻雀少女，雀系少女，我是佛系少女，直接写出系籍出来。有那个麻雀的表符吗？没有。有吧？好可爱。然后有，好像有。灰色的两个人。emoji。那你们最喜欢怎么样犬什么系的长相？你们自己个人。鲶鱼不错啊，鲶鱼很可爱的，但是鲶鱼这个名字真的是很不好。对，真的。刚刚听你们讲人家叫鲶鱼，我想那个蛙系，鲶鱼跟狼系很好看。没有麻雀。蛙系美女，好反差哦，两个。嗯，讲不出来。鲶鱼系的长相就很好讲，但是狼系什么？完全无关，马上做部分。可爱的，这么快。那好快！谁？猫系。我在直播，嗨！都要先讲，对，这样说，哎，真的，真的，哎，今天做了啊！我今天去啊！哈哈哈哈哈！Hello， 我刚刚去啊！哎，我跟你说，我刚刚去了啊！哈哈哈哈哈！哎，就是啊，先讲。啊我是新成员，我是新入住的，我们乱讲。啊！这可以讲吗？怎么办？啊！其实你就是其实蛮久了，他还没有麻雀，其实已经一年了。我刚刚去桃园拍一年，啊！我怎么在这儿？啊！挑选吧。谢玉超的掌声鼓励。你们猜，你们猜猜，如果我真的要来宿舍的话，我会跟谁睡？你们猜猜。你
你说想还是没有？你觉得我会被？应该是他们的房间可以住，他们两个不能住的，他们太小了。我要跟你们两个人这样。没有，那边是因为只能那个是只能睡那里，你在那里可以睡，你也只有那边可以睡。如果是你在那里的时候，你想再就是你房间有客厅，对，我会说哦，不好意思，我要客厅。哎，不好意思，你睡地板。哎，我是很可以的，我是喜欢你们打开门就看到，我可以给你们找椅子，就这是我的床，这样，然后这不是之前的刘小晴吗？你的床不是在这边吗？这已经准备好了。对，我就睡。你知道这个床是为了我晚上听八卦的时候，但是我又很想睡，然后我就会睡在这里。睡在客厅，把它搬下来，放下来。他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边啊。对，因为沙发有点远了。那有一次是要换那个跟粉圆对，换大头照，3点还是要换星空式照？然后他是想睡觉，他想睡觉，就是暂时在这里面。哇，那天也是好笑。对啊，那天很荒谬。我说哎，抱歉姐姐，我抱歉，我这 size 没有胖好，需要嘴巴，眼睛眼睛，不小心不小心，还要把那个历史性的一刻删掉了，不小心，没有截图，我好像有哎，放那个万圣节什么 YouTube 吗？不是万圣啊，对万圣，哎，万愚人节，愚人节，愚人节吧，节日玩万圣节玩那个真是一样啊。万圣节我们应该没办法玩，这次会嘛？但愚人节可以开个玩笑，不会放特效在那个脸上。万圣节可以让我们头像变腹片，超可怕！好可怕，真的可怕！你的歌单，试试看什么 ？J E 实力，我也不会。谢谢秋日红的闪光星星。我想要生太子，我想要生太子。你哎呦，还好吧？还好啊，就装更这么更蓬的话，那你可以抓，抓来吧。不抓蓬啊，怕塌了。哦哦，姐姐今天一直说不行，她的头发太少了。我说你们去帮你推蓬，你看我加了。啊！手机。哎呦，还能是谁？我一讲话。接赘肉，昨天他们睡戏校的，好可爱。要不要加鲶鱼戏校的？不太想，但是好像可以。讲到鲶鱼，我就要分享一个影片给你们。昨天露露姐，鲶鱼，谁像鲶鱼啊？谁像鲶鱼啊？还有什么很扁的鱼啊？空鱼啊，空鱼系鱼，那个啊，垃圾鱼啊。你有上鱼是扁的吗？超扁的！哈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垃圾鱼女孩，垃圾垃圾系，它也是一只鲶鱼啊。然后如果你要形容它很像垃圾鱼，他说我们觉得它很垃圾吧。没有那么像垃圾鱼，我说垃圾鱼不是垃圾，垃圾鱼也是一种鲶鱼啊，超好笑的。我分享那粉圆超好吃。你们群主吗？看待不起。妮妮是什么系？妮妮是猫吧？猫吧。Oh my god！ 啊，吓死了！手加深了。鹅气。妮妮看我就笑。鹅笑声。还有昨天看到你们现动的时候，都一直想到这个画面。嗯。好疯狂！不是昨天，是今天早上。好疯狂的女友哦！这是。史上最贴近鲶鱼的鲶鱼系，真鲶鱼系，真鲶鱼系，鲶鱼系女友。但是鱼其实没有每个都扁。啊？真是？哎，他说垃圾鱼，垃圾鱼没有每个都扁。Hello， 真是。Hello。就做 YouTube 还是什么？就很常看到那种。你们那边很负面。我以为是 Chromie。嗯。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好厉害哦！感觉好像，对啊，感觉很好笑，好勇敢哦！就一直想到那个，那真的是鲶鱼系，你们刚看到的鲶鱼系，这个，鲶鱼，我的花那么多还是什么意思？啊，超大杯，你可以鲶鱼。
那个女的。那你们有这样过吗？就是自己在打屁屁裤穿。没有没有，以前过了没有。好怪。没有这个习惯。才怪嘞。为什么不睡沙发？睡沙发，沙发很软，沙发比床还好睡。对啊。真的，沙发超软。真的、哦。真的，我每次先上课，不然躺在那睡。真的。只是他很闷而已，他不透气。然后就倒了，我就消失了。这不够，是不是你的脸变黑色？然后对，可是没办法想象你变黑的头。我不会变黑。你有晒黑过吗？有啊，要不要去晒黑？我会晒。要不要去绿爽？把它晒黑，把它带去。不会晒黑的会是我们。没有，他反而他只会晒伤。你们会变灰烬？灰烬，灰烬，灰烬是双倍太阳，灰烬。可是下班久睡对身体不好，为什么？可是很舒服。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家床是硬的，我睡硬的，坚持睡硬是因为真的对骨头比较好。这我还蛮常见，有这种事哦。我就是睡起来以前古人呀，你越软越脊椎会越弯。对对对对，我也是，我家就是直接陷下去。对啊，真的，劝你们不要太辛苦哈。现在开始好冷静，这怎么像妈妈？就是不要太软了。小晴记得红色的泰语吗？哈。哈。你记得红色的泰语吗？岛。泰语。岛。为什么突然？很突然。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你黄色，黄色，黄色是两。今天的课的东西还没出来哦。我也没有办法、啊，很突然的、欸，对，很突然的，没有办法。没有想到他，我就想，突然开小框框哎、欸。再一次。Sell 是什么？绿色。你不是学了一句话？同木，我想过一，啊、我有学一句话。等下 cookie。cookie。等下。坤长坤怎么样？坤密。彭坤，彭怎么可能是彭？应该是你啊，坤吧？哦，坤。坤咪。Cookie。泰语教师。坤咪 Cookie 很安来。坤咪 Cookie 很安来。你有什么意见吗？好凶啊！他这句话回应的是很难的。有什么意见吗？可米 cookie 很安来。你在讲那个嚣张一点。可米 cookie 很安来。不行，我觉得泰语加情绪好难。可米 cookie 很安来。很没有杀伤力。可米 cookie 很安来。可米 cookie 很安来。好烦哦！我说我学到一个，就是我去，就是你们不是说去走冰的意思是去冰，是吗？去冰，香港人听不懂啊。去冰，我以为香港人去啊，去冰饮料走冰，走冰哦，我就我可能点一杯冰拿铁，我要走冰这样。对，走。然后我上次就说，走你的。哎，哎，不行吧？讲那个去啊，所以我就说，哎，那我这样讲。然后我那一天去香港，我刚去一个饮什么香港饮的餐厅，然后就点，他就说，哦，你要走冰，什么意思？他说，哦，我要去，这去冰的意思。他说，那我可以讲走你的吗？然后他吓到，就跟去差不多。走你的，走一个，这可以这样用吗？这可以这样用吗？不行，可以这样用啊，但是就是可以。走一个是什么意思？是走一颗冰。不知道为什么啊？什么是走你的？你想要表达什么？走你去你的。对，可以。哎，是不是在直播？是不是无所谓？阿丽很温柔的，但比较不太。不会这样用，不能这样用。没有，大家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走冰吗？对。啊！就走一个冰。哎呀！啊！我怎么样？你死掉？你命？你在说什么？没有。哒哒哒哒。绿色跟黄色。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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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再一次。黄色是不腻，不腻，什么意思？谁的？印尼语。
不宁，一觉是绿色，一觉，然后美拉是红色，美拉，绿色是 Kill，突然很抬头，水妈妈，水妈妈，你什么意思？漂亮，漂亮，甩妈妈，甩晶晶，甩晶晶，这个是漂亮吗？对，我知道这个。这个是漂亮啊，甩晶晶，哎呦，甩晶晶，甩妈妈，甩妈妈，我们家很适合，甩妈妈。哎，你大家进来，你不会午安午安的？午安，对啊，你是做的。产车，哎呦，天啊，奶卡。好菜哦、啊、你好好适合、啊、今天几岁再次产车阿有机超短卡好长哦其实如果你说你是泰国人我是相信的泰国混血如果你刚刚那样讲泰国妹泰国混血其实有混血没有我舌头那时候看那个、啊、你去练台语那个我也觉得你练台语好听哦哈，很厉害，你可以教我一句吗？讲台语，不要忘了，不要是怎么这个呢？啊，你都好吗之类的？你都好吗之类的？你都好不？哈，什么那种不温柔的？你都好不？这样，你说你都好吗？你都好吗？都好吗？大家都好？哎，就是你过得好吗？过得好吗？台语过得好对啊呢，对。好台哦！鬼安娜，鬼安娜，鬼聊，鬼聊，安娜，安娜，鬼聊安娜，嗯，鬼聊安娜，哈哈，鬼聊安娜，你有什么意见吗？你是不会台语的人吗？完全不会。你是有啥意见？你是有啥意见？我教你，你是有啥意见吗？你是有啥意见？你是有啥物意见？意见，不行，太长要短短的。你有意见不？你有意见？意见不？你有意见吗？你有意见吗？你有意见吗？我不会念那个，好难哦。那台语是阿力不会卷舌，不会分，这个很不温柔的语言，很有攻击性的语言，我觉得。台语跟中文，你很漂亮，你就是讲，就是其实意思很普通，但是那个听起来就很凶。你就睡啊！不是有一安慰你在哭吗？这样子的，一直在卡，超凶，太凶了！哎，我去录那个龙家影片，然后就看到他们在做。就比如说在种什么，然后我要过去问他说你们在做什么，然后说一些种啥，一些听见我说一些种啥，然后我妈看到我想说你那么凶干嘛？不是要讲虾米吗？一些种虾米这样，一些种虾米也是可以啊，这样比较温柔吧，这样比较温柔。好凶啊！我说阿公一些种啥？太凶了啦！你的音调跟我的音调不一样，哪一个？是种啥？我是种虾。哦，冲虾，这个也有分哦。冲虾，其实闽南有很多，对，北部、南部、宜兰又一个通用腔腔。所以其实台语要有敬语跟平语，不然就是要分哪一个是。厦门写错字，厦门你刚讲这个，不是不是，听起来重复，太好笑。高圆觉，厦门是冲虾虾米。每次看我都想听这种，这种讽刺的感觉。对啊，家门你写草下，不是吗？你家的俊宇，台语好妙哦。练教我一句泰语，你跟他说，姨妈拉鲁鼠，姨妈拉鲁鼠，爸爸拉鲁，你叫什么？对，你会，我教过他，这是他，这是我唯一会的一句。你就可以说姨妈拉鲁姆。加拉鲁姆，加拉鲁姆，还要嘟嘴，加拉鲁姆。那你再加一个，死运是法赖，死运，觉得震惊，法赖，法赖，我喜欢你，死运是法赖，喜欢你，死运是法赖，死运是法赖。OK， 这个我这么远方，然后听起来像什么死一死法赖？不会死一死法赖，死运死法赖。完了，死运死，这就是中国的地方。
别闹。你觉得艾丽的主语有不同吗？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词没有。但你会讲一曼拉鲁什，应该是同的。应该是啦。嗯。你是什么？塞考利克。啊，那一样。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因为我知道只有塞考利克。我有学过塞考利克组。真的？对啊。我会说你在睡觉吗？说，嗯，阿比苏拉。是吗？不干，你看我的学习，国际台真的。打库嘛，阿贝苏苏格，苏格，他一个格，那个格，太难了。阿贝是睡觉，阿贝是法语的感觉。对，苏格，阿贝苏格，格就是通常都会用到问候，格，阿贝苏格。可是我们不会花那么重。以后你们该怎么办？不是我是我爸爸你啊啦。你这有点太闽南了。是马萨斯，因为我们是重音，你知道吗？马萨西密爸爸。你们重音是在倒数第二位。爸爸，嗯，爸爸，呀，爸爸，爸爸呀。嗯，大概大概啥？大概啥？大概啥？这是脚，你的脚痛吗？大概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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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叫我再去，我的口袋没有钱。哪一个？不要！不要！哪里有冰木？有咖比辣，比辣是钱。有大比辣嘎，然后有病吗？有病母，有病母，有病母，有病。再是，第一个怎么念？我不会念什么，第一个，但我知道比辣。一家念起来很像钢巴一样。比辣嘎有病，有病母是。第一个应该是没哦，有病母是没有。嗯，没有病是就是其实就是的空空嘛，就空空了。啊，比辣有钱嘛？然后第一个好像应该是说，我知道是不是白叶，白叶，还是第一个是没白叶豆腐，对，古杜，古纳啊啊古纳，对对对，第一个是古纳比辣，古纳比辣没有钱，对，然后古纳比辣，古纳比辣，对，古纳比辣，古纳比辣，那是什么？比辣，对，总之一个解析成，嗯，然后古纳比辣的有病母，有病母，有病母，好长，口袋。有无那，无那比那得有病。无那，好闽南。无那，无那，无那，带个鼻。无那，无那比那得有病。其实你开始在说无那比那，无那比那，无那比那，说唱女孩有病。说唱女孩，我是说唱女孩。对，钱比那。哎，打开王丽江啊！来。没有，这是我的学习单字本。对啊，你单字本以后你的口袋没钱。五纳比辣，不要提到。实用，好实用。五纳里贵。没有，因为我修了一个南岛语课，然后他每周都要学一种原住民。真的？那有非南的吗？我看看。没有，我们没有学非南。在啊。哎，你是阿美族吗？不是啊，我不是原住民。他不是原住民。来，反正阿美族，我最近的小孩叫娃娃。娃娃，娃娃，好可爱。娃娃，那你觉得他如果是原住民，他会叫什么？就是他的名字。卡路。卡路里。卡路就是黑炭。什么黑炭？卡路。我的，你其实你可以叫竹，你可以叫阿丽。我说卡路有种家女，我是竹笋，或者是我想有一种我高中的感觉，小时候豆皮家，有种卡路感。绵羊，你可以叫李木影或者是傻运之类的，这都是白白漂漂亮亮的。傻运，不是老袜。老袜，那时候他是白发胖的，老袜是我姐。哦，老袜是我。我觉得你蛮适合叫老袜的。阿妈传下来的名字。所以你叫，那你叫什么？伊袜。伊袜，然后那姐姐叫老袜。嗯。你姐姐叫老袜。大姐。
你说姐叫什么？二姐没有，因为传下来名字只有一个，然后我的名字叫 Orange， 对，他叫 Orange， 没有错，谁？他叫，我姐叫 Orange， 你喜欢什么？我可以吗？我喜欢什么？类似橘子，或是你橘色橘子都会叫你。叫我什么？不可能黑炭吧？对的，大家一样。嘎露，一起嘎露。我已经定下来了吗？没有，我叫嘎露。你可以叫什么？哎，你是什么？嘎露，你是嘎露。哦，但是你蛮那个那个什么？那是什么？没有。以前原住民为什么他叫闪运？就是因为闪运是就部落里面最漂亮，就是会被称为他是闪亮。为什么？然后你看像是旁边有一个女生，她也是很漂亮，可是她就是女二，很散发的漂亮。她很散发。那个名字，我要想一下，叫什么名字？这样，闪运是吗？周咩咩。哎。闪运，她叫什么？再见，阿亮。是什么意思？你说伊娃什么意思？伊娃没有什么意思，伊娃只是我学主语的时候那个老师帮我取的。就跟我的英文名是 Alice， 对对对对，差不多。跟我的 Alice 是一样的。Alice。Alice。彩韵。彩韵。对，好的。嗨，熊妹。嗨，熊妹。呀呼！熊妹，我想你。喂，自以为是怎样？真的是很自以为耶，自以为，真的不要那么自以为。啊，老爸啦，老爸，是老爸。老爸就是，她也是漂亮的女生，可是因为她每次在闪运旁边，她就是很散发的那种。刚好是。然后你不能这样，你这样就不是闪运，这样是老爸，就是要安静一点的。闪运。啊，对，你是，我就是闪运。对对，你是那个老爸，他老爸。那我叫老爸是吧？什么马木什么？老爸马木，拉鲁姆，拉鲁姆，老爸拉鲁姆，小玉拉鲁，老爸拉鲁姆，那你就叫嘎鲁，嘎鲁鲁，黑太，好喜欢，嘎鲁是黑，就是老爸，有一个称脏，反正就是灰灰脏脏的，这黑黑的 ，OK 了。我觉得嘎露最好记耶，黑藏女孩，黑炭女孩。哦，熊妹今天要回来出错了，没有啦。如果讲她可爱就不辣，不辣，不辣，不辣。我是什么 Nova？ 你叫姓什么 ？Nova，Nova。伊娃，他是伊娃。有可能，不确定。亚麻摩多，亚麻摩多，我差多太多，我就直接加了一个龙龙吧。然后爱讲话的人，就爱讲话一直讲话的人叫亚外，亚外是一个很非常活泼，非常那不是我，亚外，亚外，嗯，是有点好动过动那种。蔡雅恩，亚外 YA 就是那个。敢露，敢露，老爸是 L O V A 的。你要打黑黑我脏脏。G A 的要想想，敢露 ，L U 吗 ？G L U， 他应该可以，因为我不会罗马拼音，我什么都没有。敢露，不是 G 哦 ，G U 对 ，G U， 孤啦。哎呀呀！世界上竟然会有你这种人，离不开放不下才有怪缘分。亚外，为什么你知道啊？这样，为什么你好像很厉害？你该不会其实也是原住民吧？你好像草泥马哦！你现在是在咬东西，喵喵喵。羊驼，好奇怪，嘎嘣，啊，你是白听到的，来，伊玛拉露鼠，伊玛拉露鼠，啊，拉，楼，哎，等一下，楼吧，楼吧，拉露姆，伊玛拉露鼠，拉露拉露姆，笑嘞。有没有人叫敢露啊？你还举？
公啊，不是要去那个人啦，回家了啦。公家的公公事公办，恭喜恭喜恭喜！你要去跟别人恭喜恭喜吗？不要回家了。哎、啊，你不要去啊！不用去恭喜啊！差不多，差不多。张贤俊啊！我到底是几？今天，啊、因为我要那个、啊，你看。世界上最美的。差不多。对啊，期待。我希望不要有结果。什么？要有什么结果？回家的结果。回家不要面对下雨。哎、欸，然后你要等超久。因为我今天不会出门。不会出门。你都在家里，哎、欸，我真的是出门不用带伞，我出门都不会下雨，很神奇。你可以跟我出门。对，很神奇，就是这半年都这样。跟你出去就很下雨。对，那你的运气就有好的运气。对，我都觉得，我真的是这样觉得。还要补偿我。那我感觉你的运气都是这个。太恶心，没有，烂透了。我觉得运气在考试。可能下半年再说。你说你现在在功课吗？课业？对啊。哦。那是你自己努力来的、啊。没有，是运气好。真的、哦。就是猜就会猜对。哦。那你很好运诶、欸。对啊。对啊。好运来。哎、欸，就是刚好猜对那一题，然后就多一几分的那一种。啊。就是。真的是好运。好运。我是少一几分的那一种。你是坏运。少一几分呢，还少了一个标的那个。天哪。你的好运都来自于。长大。长大说的真好，长大啊，长大。毕竟小时候，我的好运可能在我的发量差点长不到，发量不需要哎、欸，超多，有点太多了。嗯，拜拜，谢谢嘉阳的温说礼，真的很神奇。我在，你敢吗？我在路上吗？没有，真的呀，你难道在路上？在路上啊，哎，我没有路上的话，我剪那个。你说会再剪短一点。但你还是会忍不住剪，对，就是所以你就我现在选 freeze 跳看看，黄跳想揍你，干嘛？我是老爸啦，露露哎，好像可以，你这名字给，太适合，那你过来讲，加油，加油，加油，老爸，老爸，老爸，呜呼，哎，你现在这样，你呢？就是你要公演的时候，你叫粉丝叫你露吧，露吧，一八八露吧，一八八露吧，露吧那露不这样，我是露吧。我家那个看大姐姐跳的小孩，对。我这个不想喝，可以好下一下，停一下。那你喝很少，在外面，因为他是咖啡。佳佳菜，我刚喝水。为什么喝完这首？啊、没有为什么推，然后这是我推荐页，好久哦，天哪！为什么？哎，我前面，这里，帮你处理一下，好，这么好，那我有充了，没关系，你就放在这里，感谢你，一起处理，下次再去，我看有没有。就类似什么像学院什么什么的，是吗？它是那个 iPad， 啊 iPad， 我小时候看，然后都被我哥换台了。为什么？没有办法看什么？就看那种战斗图。我们要不要开门的时候？战斗也是对啊，超久了，但是没办法看这种偶像类的，可可爱爱的。哈哈哈哈哈！我都有看，我都有看。吓死我了！直接跌倒。还有卡片 ，BS Battle Spirit， 哇，天哪！好不好？我们家电视儿童没有电视，然后后来就没再看了。我以前喜欢看就哆啦 A 梦那种，哆啦 A 梦还有哆啦 A 梦就是一定要查克查克鱼什么，嗯，小佛，嗯，就是说，哦对，飞哥小佛，不是查克，是真人版的那个。啊、oh, 迪士尼、那個、我知道两个男生双胞胎，就那个游艇上那个，哦我超爱看那个，嗯，刚好看到三色带，对啊，好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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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感谢你，什么意思？哎、欸、我的袜子在外面啊，对 对, 對，袜子晒了，哦刚湿，哦哇那个超级大，好惨。小茶与寇弟，今天的天气。
下雨。我觉得在下哎，是雾。是小晴。没有哎。早上有小晴一下。对啊。晚上没有小晴。嗯。晚上可能。下午一定要关。我还是死的。拜拜，云爵的粉丝们。拜拜。我是老爸。拜拜，老爸，老爸赶路。老爸赶路母。拜拜，阿丽。哎呦，好笑。赶路。笑得很开心。哦，那皮辣，没有钱。皮辣。那皮辣。皮辣皮辣。皮辣皮辣。皮辣皮辣。拜拜，钱钱，今天预报厅有没有带点小动物？应该会有吧，穿着它就会亲你吧。放睡觉，我们要不要看我的手？不要，不要让我更感觉哦。什么？你也太热了吧？你怎么那么热？哪有很热？你超热的、欸。没有，是你太冷。我是那个电炉。比辣是钱，是比辣。比辣比辣。可以啊。可以啊。噔噔噔。嘿，你知道吗？你真的超棒的，就算你正在低潮期，你也是我心中的第一名。所以记得笑一下。哎，我知道这个。对啊，最近很红。对啊。那个。嘿，你知道吗？没有，我上那个文字。嘿、hey, ，你知道吗、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们数学家。嘿、hey, ，那先不要。嘿、hey, ，先不要滑走。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现在是低潮期，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我来念鸡汤。嘿、hey, ，你知道吗？嘿、hey, ，你知道吗？不，你不知道。你迷惘的事，也有人迷惘过；你的困难，别人也有相似。大量阅读助我突破了很多思想上的卡关，突然书籍是随时可以找的人生导师。你以为毕业就是不再念书，事实却正是相反。早不念了，我希望毕业前就知道的一件事。爸爸爸爸，你是说哪一个？就是 Taylor Swift。给这么多。毕业生里面的勉励之中，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句。无论你多努力避免出糗，没有人往回看自己时不感到，没有人在往回看自己时不会感到一丝丢脸。可是我想要强调，不要隐藏你们对事物的热情，不要为了努力而感到羞耻。好，结束了。哎、欸，结束了，很突然。你要给一点反应。哇哇！天气好听，呜 ！Hello sweet， 25岁前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太多了。知道的时间哦？嗯？他说你要知道的时间是十件事，十件事。我就放在旁边。哎、欸，你看，酷，什么黑糖的？哇哦，感觉就很贵。其实有点可怕。嗯 ，Oh my god， 我可以用吗？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账单快要爆炸啦！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我这么美？什么啊？说的也是。25岁之前不要随便许愿去迪士尼，为什么？为什么？许愿呢？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呜呜呜！没有比啦。那25岁以后也不一定会有比啦、啊。对啊。什么是比啦？钱呢？数啦。数啦不一样了。因为七七许完就疫情了，哎、欸。那我们去。我这几年吃的就是麦脆皮。
甜甜圈。甜甜圈。是不是很久没吃甜甜圈？太久了。不要随便许愿，在25岁前都不要随便许愿吃甜甜圈。这个没有关系。他会直接停产吗？因为许完就疫情。对，衣服，晒了吗？我卖回，我在直播。是，我去，不好意思，我去，我去晒。超好笑，完全无关。我每次看到他们两个，我都觉得很好笑。然后有一次，我要跟大家分享，有一次高韵觉跟张阿法说衣服。还是张浩法找高韵杰说收衣服，然后张浩法说等一下或者是什么不要，然后高韵杰就回去，然后说我去，我就去收，超莫名其妙，完全无关，我就去收了，卖这集哦，对，没错，硬要念最无关留言。不是，我觉得很好笑，很闹，就在旁边好像说，这个对话有结果嘛，然后因为他们都不会去，还是我去，笑，好闹，但收衣服还好，我不会帮他们晾衣服，对，有没有危险吗？怎么可能？并没有好吗？当然是没有好吗？没有了，不至于，不至于，太过了，大家多了多了。不因为我一直在吃他们的土产，所以的特产带回来的东西，他们每次都会偶尔带一些东西。很少，因为最近没干嘛。有啦，你的饼干，三盒饼干。你明天英文堂、哦？对啊，要不要一起？八点半。哎、欸，八点半而已、欸，八点半还好吧？八点半，念英文单词。到底是什么台？英文啊？怎么会有台语台？就是台语台，不会讲台语。应该是王一佳那边吧？对啊。你不是有台语台吗？什么时候的？有固定吗？现在没有。哦，现在没有，现在是鸡汤。这是你今天的第一餐，是吧？嗯。我也是。嗯。但你会有第二餐吗？嗯，会觉得是，现在已经四点了。但你晚上要出门，那你这样晚上不是没有时间？他说回来，嗯，再看吧。宵夜不能少吧？好胖哦！会吗？一直在吃哎、欸。很开心。你都吃吗？但没有吃到想吃。想吃甜甜圈，但是我觉得现在甜甜圈不是我想吃甜甜圈，就是想吃，就是想要离开这个芒果季。我觉得芒果的甜甜圈没有那么好吃，你有吃过吗？没有，我觉得还好。那你喜欢什么？抹茶？嗯，不，他只有他，抹茶。我想一下。我觉得如果你说季节类的话，草莓比较好吃。季节类的，因为巧克力只有嘛，巧克力真的很好吃，但就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季节类的话，哈密瓜啊，哈密瓜不错，嗯，不错。但是我上次吃什么东西哈密瓜有点怪，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哈密瓜不好吃？但这是甜甜圈吗？还是不是甜甜？哈密瓜还好吧，哈密瓜不太会累吧。哈密瓜，我忘记是什么东西。嗯，饮料吗？哦，冰淇淋，冰淇淋，嗯，双奇。哎，你说全家的？没有，我觉得很好吃哎。对，看人的，那也看人的。嗯。泡泡的哈密瓜。应该是在推荐食物，好吃就好。哎，讲到吃的，杨雄就很热情。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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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蛮喜欢喝奶盖的，因为有点热嘛，所以就是不想要，就是出去买手摇的话，就有点。就是可能晚上就有点不太想喝什么奶茶，感觉有点重，有点厚嘛，厚奶感。但是奶盖加茶好像就不错。哎，茶加奶盖，奶盖加茶，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茶加奶盖，会比较美，还不错。再睡五分钟有冰吗？真的没有。是哦。奶盖明明比较重，可是它就不是全部都是跟奶茶，就是因为奶茶很厚，所以就是茶，但茶又觉得有点单调，所以就是茶上面再加奶盖的话，感觉就比较就是换个口味吧，对，最喜欢奶。奶盖有分哦，有什么起司啊？哦，看可可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吃过很多，我没有喝过很多，对我也没有的。嗯，因为我听说奶盖真的超胖。对啊，就是知道有这个东西，但不会特地去点它。是吗？我不知道哎。我来台湾之前真的超爱奶盖，哎，还是鲜奶茶上面的，然后再加奶盖，胖死，超胖，超好喝。但我听说米克下的会比较少，大家就是小情报，小情报会比较少，是林依云传授过来的小情报。什么意思？就是奶盖它也可以放多少，就是可能有些是放很多，然后米克下的会偏少。真的？对，就是不是说只有那一家，就是每一家的米克下都好像偏少。哇，可是我很喜欢米克下，我就是还好米克下。嗯，为什么会想到米克夏是鲜奶？嗯 ，Milk Shop， 呀，我喜欢牛奶。我觉得还好哎，没有很喜欢米克夏，我觉得米克夏没有我想喝的东西。我喝奶盖会分开吃还是咬匀？就你会就还是绑着直接？我会先喝，先喝，然后剩下就是对吸管随便喝。要喝那个中间，那个奶盖跟茶的中间。
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然后把吸管拉到这里，就是刚好都喝到。嗯。在想怎么起床，吃少一点、啊，选东西吃，还有吃的时间，多喝水。对，多喝水，喝水会饱。乳糖不耐，你乳糖不耐，居然吗？好很好，谢谢。啊，一天几餐？不一定，三餐呢、啊？他说他是不是？我建议是三餐，我一定是建议三餐的。那是当然，健康来说，当然是三餐。对。但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你要吃三餐，如果你就决定你要吃三餐的话，你可以把整个吃的东西，就吃的时间往前拉，就是你早上早一点起来，然后早一点吃就可以了。嗯。然后晚上也是早一点吃，然后早点睡觉。可是你们没有吗？没有，没有啊，因为就没有早上要起来。对。我们没有一天一餐，我们没有，我们也没有一直都一天一餐，好吗？今天是，对，今天刚好。对，我昨天三餐啊。对啊。对。披萨。要看。昨天吃披萨。要看几点吃第一餐。哦。抱歉。哦，我知道这个。嗯，它是什么巧克力水吗？好吧。那最近又有点，然后怎么弄的最近？他最近觉得就是会偶尔突然很想喝可可牛奶。嗯。那个没有，那个只是对那个嗯。哎、欸，我有哎、欸。花田。奶茶跟奶盖比较喜欢哪个？都行，其实感觉。差不多。这里突然变好安静，因为大家回家了，客人回家了。其中一个乱源跑去睡觉了，他就睡觉了，应该是吧？他不是说他很想睡？你刚有回正吗？差不多。我刚刚。没有跟上，我没有跟上。朱胜，朱胜跑掉了。我一直想说苏拉，苏拉到底什么意思？苏拉好，苏拉就是胆小鬼，差不多。看来这里客好多。嗯，你在哦？对啊。我。安丽丝第一次不是，她很久之前有来过，超久之前，也没，但有了算久了，一两年，很久，一两年超久了，对，超久哎。但我想说，如果你说再久一点的人也有，那种只来一次，然后后来谁啊？蔡恩之类的，蔡恩与林，他最近才来的。对，这就是很久没来之后，最近有来过。嗯。然后雨林吧。啊，美玲。美玲也很久没来。美玲上次来是什么时候？我只记得万圣节。陈晓上次去是什么时候？他没有来过。怎么会是阿潘呢？阿潘有来过哎。有什么时候？是诗雨带的。有啊、哦。是吗？但我不在，完全不知道、欸。还是我肉肉肉肉。嗯，有。肉肉也是超久之前。但他是因为七七在。对对对对。七七在。香港有奶盖这种饮料吗？有吗？是有的。嗯，对，还是有的。就跟刚刚说，香港有麦当劳。香港有麦当劳哦。这个有点夸张。
哦，我知道谁很久没来，超久。他有来过？有啊。哈？有啊。什么？就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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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完全忘记了，完全不知道。对啊。李佳姐妹有来过宿舍？有啊。哎，涵涵有吗？涵涵没有。李佳丽比较会来。香港有啊。李涵，你香港来过吗？好像有哎、欸。有人说有哎、欸，哦，很干净的时候吧，是吗？我忘了，真的，会忘了，忘记。要看什么事情，就是现在记者会的时候，记者会，李佳丽，李佳丽，对，仓鼠呢有，仓鼠有，他算是常来的人，对，对，最常来还是林雨，对，而且林雨是。近期，对，就是这一两年，这一两年，对，柏林就真的很常来了，反正就是从以前开始，对，就偏常来。很前期的时候，平涵来过一次，那我应该不在。那我应该也不知道。瑞婷，啊，有，再偶尔一点，就是没那么很少，对，算是蛮少。有，我知道，很少，其实蛮多人来过耶。对，还有上一次不是超多，啊，其实也没有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是有一天这里很多。哪一天？在这里录音的时候。哦。哦，对。但那些人也都是常来宿舍的。嗯，对，我刚突然想起，就是常来的人突然一起来，同一天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比较常来的人，就那两位。从来没来过宿舍吗？有啊，很多人，肯定有啊。对啊，宿舍也林杰、啊，很多人没有，蛮有，陈诗雅，陈诗雅，还有很多。你们宿舍组搬出去以后还有来过吗？有啊，看人吧。小弟有啊，有啊有啊，他来，东西，啊。哦，对，七七的倒是不知道。熊妹啊，蛮长的。熊妹很长。熊妹还到垃圾。对，谢谢熊妹。其实蛮多人没来，一半一半，也不能，我觉得比一半更多。宿舍断舍离了吗？也不是，就没有必要吧。对啊，没事干嘛来宿舍？对，对啊。而且宿舍要离公司不近。嗯。其实蛮远的。对啊，也麻烦。就是没事不会来的地方。对啊，就像我们的家，就是除非就是干嘛，对，对啊、就去朋友家玩。嗯、就是如果你今天说哦要来玩这样，不然正常的话不怎么。那就看聊天，就看本人，对啊，他有没有要聊嘛，对啊。不然林雨来都是来看节目，嗯，一起看电视，对啊。安安、熊妹、雨林、面面，熊妹肯定有啊，雨林也有啊，面面也有啊，刚刚不是才说过吗？对啊，他有在看直播吗？安安好像没，哎，有吗？对啊。
什么都看到，我们不只看，我们还会看就是节目啊，然后什么表演啊，什么 live 啊，对之类的。但是我他有一天晚上一直跟我说 Justin Bieber。我们看了半个小时，真的。他说：“我跟你说，最近真的很疯啊，然后之类的，然后又给我看什么时尚的什么，不知道忘了。”很跳哎、欸，对啊，什么都有看。然后看的是什么都看。哎、欸，节目就那最近，因为最近就播《原子少年》，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就看完就是十二点了，聊天嘛，然后。谢谢，然后就很多，然后就剩下很多时间，不然怎么聊到三点？聊什搬了吧，哪次不搬？谢谢 YC 的一封信。没有，是啊，没钱，没有槟榔，搬去全联，请支援收银。越努力越幸运。哎，很突然，你很突然。我刚才看那个什么，我忘了叫什么，开播成绩单。你知道我们有个开播成绩单吗？真的？
有啊，就是你往左边滑的那个。哦。就那个分析。但它写它是数据吗？还是它只是一个例范例？就是。这是后台。有点像你的任务。每周任务。哎、欸、哎、欸，你没有开播任务。那个、啊、就是在做任务。没有。可以拿那个金币。可以吗？可以啊。不是金币，不是浪花，而是金币。是什么金币？就是看。就是浪有那个每日任务。哦，没有，我没有在做。不好意思，看到。我泰雅族语好吗？不好，我不会，我不会讲。我是原住民，但是我用不到，我没有学。现在纯阳光是不是没有了？可能就只是拿来加会员吧。对，粉丝团。谢谢老师的魔法棒。对，就粉丝团。否。换。哎、欸，你的鼠标好大、啊。哎、欸，为什么会这样？游标。哦，对啊，为什么？本来就这样吗？嗯、你在呀、啊？他在，我忘记，我不知道。可以去加平衡的人注意吗？我有想过去准备什么？就是可以吗？对，那我就要主持。然后我可以叫我自己去看我自己的直播，开始。我跟我自己说，刘小杰直播开始。什么东西？谢谢他的心理想。然后我在浪里面有一个群组，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那个群组会自动发消息说刘小杰要直播，然后叫我自己去看直播。如果我每天都去看一个人的直播的话，我会成为什么？我会升等级，是不是？看吧，我找不到那个。那不是每日任务吗？每天每天做点什么？要在粉丝团才有等级，不然只有勾勾。勾勾勾勾，那边有一个可爱的勾勾。对，可爱的。找到了。勾。他现在还在过。看开心。你有勾吗？你有啊，蓝色，无常 ，Hello， 什么？你是什么？老鼠？你叫什么 ？Lova， 我要来看十分钟。你叫我吗？对啊。Lova， 卢娜，嗨，你的小青，卢木，卢木娜，卢木娜。谁？怎么讲？龙吧。拉鲁姆。完全不一样。拉鲁姆。那我怎么知道我多少呀？就一起吧，跟那个一起啊。就是。我是不是没有？不是，我就在从礼物那边看。你可以送我礼物。我在存浪花。如果我拿到金币的话，好像可以，就是可以拼个五块的金币，然后就可以拿去换浪花。好麻烦。大概10分钟。好怀念之前的白浪。
有点。虽然我媒体都不知道。要看三十分钟才能拿满非会员的任务。三十分钟，其实是蛮快的，就是放着，然后看别的东西就好了。难得，这样算难得吗？我也才邀请好友就可以得到个十百十万，哇！去你那边发言，五次，到来，中午好，大姐，欢迎光临，这里是你的秘密花园。他目前没出现，把你打19，为什么是阴茎？我被禁言了。害羞就不害羞。这很刚好，就是他说中午好，这里是云爵的秘密花园，记得要搜寻云爵哦。我害羞就不再说话了，然后我就离开这个直播间。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哇，那我很贴心哎。司机摔车 ，OK。包子赠送记得，啊、哦、不是包子，羊球，酷，不知道是什么哎、欸，好酷哎、欸，发给几个人？发什么？你在发什么？他说那我是要加入才有用。加入才是吧。对，等等，换张法法开播，他现在在睡觉，八成会吃。可以再发一个，就有另外一个新的。静静看，啊，对不起，我按错了，不是静静，就这个。我没有。云爵，太美啦！谢谢。云爵好美呀呀呀！那怎么办？算了，就这样吧。相信你会原谅我。Panic。送你一点。宝藏，没关系。哎、欸，我有去过哎、欸。超久。宝藏局。宝藏岩。宝藏岩。我也去过哎、欸。超久之前。他骗我。但是他其实没什么东西，不是？对、啊。可以耶，得到了。好像有170个金币。谢谢刘晓的闪光星星，还有爆竹。对，就没了。是说最近还有被洗脑的歌吗？最近还有被洗脑的歌，假吗？假吧，假。假吗？我有放过吧，假吗？金币可以干嘛？金币，哎，还没找到我眼光在。对的，假吗？啊！安了安了，安了安了，你找得到吗？哎呀呀呀！呐呐呐呐呐，得死！哎呦喂！
家吗？现在用刘晓庆听我的歌。呀，这啦，八千，够八千的呀。谢谢。要多少才？太多了吧。先让他的尾熊，阳光没有用吧？阳光就是加粉丝。太刘小七，第三次进来了，第三次。怎么样？你开始加所有人的喂，我在高一的粉丝。为什么在干嘛 ？Why？ 哇！谢谢刘小晴和儿童窝的闪光星星。哇！欢迎加入儿童窝。哇！哇！欢迎光临。加入粉丝团可以干嘛？我不知道哎，就是那种教我的家，教我那个吧，那个吧，那个。有红包，红包，红包，是有粉丝团红包。对，我是核桃，我不是，我是绝对未来老婆。不是我吗？红包是有粉丝团，该怎么设啊？哦，这里。天啊，那我今天开始我要跟耶、我要跟到任何所有的高一学直播都要跟到，而且我买了一个月，月卡七八，我要跟到，不然很浪费了。嗨，谢谢新人的新四叶草。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了，可以送那个会员的礼物。啊，我没有，虚荣心，笑死。我算了，我算了，粉丝团的，应该还可以干嘛？可以啊。哦哦，我知道，哎，我要抢！耶！谢谢老沙，谢谢老沙。你会收回去的。好开心啊！谢谢，好有趣啊！跟播，我只要再跟一场的话，我就可以升到 level 1了。耶！谢谢杨雄。level 1。哦。谢谢红包，我要去。哎、啊，谢谢杨雄，哎、欸，好多，哎、欸，超，我要当那个，就是那个会员的，大家就会说谢谢。哎、欸，我够嘞、欸，你够什么？我够500。可以丢一个红包哦！你说你的，你的啊、哦，真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哇，谢谢啊，耶，谢谢。然后现在很多人就是看不到，哎、欸，我是运气最佳的耶、欸，好开心啊！什么意思？但是我的阳光就一下子就这样就没了。我要放的话，我就要把那个关掉了。真是他。不行，不行，
丢了还只丢粉丝卡。我要打开了，大家。送礼。我要丢了，大家。很 free 耶，说丢就丢。啊，我丢了，丢了。还没。好了好了好了。啊！哎，我的，你的。耶！哎，是你。啊，不是了。请不要抱紧我的头，谢谢。耶、yeah ！我可以送大家阳光。欸、可以耶、欸，感觉绝包。哇，谢谢古伦。对，大家领到薪水再扩起来。谢谢刘小琴的补偿红包，补偿红包是什么？就是阳光哦，酷。但是他还需要等，好酷哦！那是什么？我没有。谢谢刘小。总会有补偿红包这种东西。知道了，他又在我背后。好酷。是送给你的意思。应该是吧，就是这边的人可以抢。他们有抢、嗯。但还没有。要时间。对啊，好久。圣诞小时绑红包就会到哦。他不是下一次开播会继续发吗？还是你没有，就是看你要发还是要拿，等你直播自己发。嗯，结果超多，你看，太多了吧？哦，酷，宝贝。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所以可以丢是吗？上面显示小琴还是应该是小琴的吧？还有两秒就知道了。假的有吗？假的是你的、欸、哦，居然是我的，耶！阳光，好的。土炮，嘿！可是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接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嘛就是接音乐，要嘛就接麦克风。你如果接麦克风，你会听到你的唱声，但是你听不到音乐。你接音乐，就是跟平常自己在唱歌一样，啥都没，啥都没，没错，啥都没。反正我们装置不重要，不行啊，就不够啊。如果我拿，就是我那个，如果我拿，就是大家送红包我抢到的浪花，然后拿去买虚拟形象的衣服，可以吗？可以变成初音耶？确定？有人在意吗？哦，他的真的很好看耶。对啊，每个片子都要抽，很坑耶。
哦，好腻哦，精灵。还好吧。嘿，精灵。还有这个。但我不喜欢。向日葵。还好哎。黄金二三十八，可是你黄金哦，你黄金时尚度只有300，时尚度有这种东西，我要怎么看？我不会看。要钱买任何东西。看一下。贝壳，我有贝壳，我有两个贝壳，为什么有两个贝壳？衣柜。噔噔噔噔。哎，你是你有形象吗？我有形象吗？我没有换呢、啊。可是应该有一个本来就有的。哎、欸，帅哦！哎、欸，可是你的衣服很好看。对，我是预设的。哎、欸，杨秀是女生哎、欸，好哎、欸。杨秀时尚度300，哈定要帮你打分。300就跟我一样啊，300。没错，我们撞衣服哎、欸。对啊，撞形象哎、欸。对呀、啊，怎么讲？多开心！我有这个、欸，但我只有一颗碎片。还要几碎片是吗？20，我该开高兴了。我看人，哎、欸，好看哎、欸，但他没有鞋子。怎么？他好没有鞋。小晴同款，就预很多人的同款，没错。就是基本，对对对，基本上就是所有人的同款。有人有在挤吗？我们团？没有，我是第二个，我没有在讲，差一点点。所以金币有什么用？你刚刚不是说可以换吗？两颗会送给主播，好像有，这么酷。哎、欸，为什么男生没有鞋子啊？男生预设没有，女生有哎、欸。女生是小白鞋。还有，男生没有鞋子，直接是零。什么是海星呢？海王星，冥王星，他想跟他们分析。你说明不明白的部分？脚踏实地，不想，完全。这不是那个问题，就是不行。冥王星，跟傲娇完全零关系，就不行，固执。嘿，夏季必备兰蔻，夏季必备哒哒哒。发起床咯，是吗？是吗？才不是！谢谢玉超的掌声鼓励。是吗？酷。
我来看看，我有礼物吗？礼物，礼物，没有，我没有礼物。哦，因为我已经拿，原来是已经领完了。超久，我那个八月四号，我也没有在更新。2019年的生日，超久哎，真的，可爱哦。今天娃娃，那是什么时候的东西 ？TTP 的那个，因为下很大雨，所以做我们是大家一起做一个圈圈娃娃，超可爱。我拿着，我跟雨晴拿着这个，我们是晴。嗯，小两个，大不亲，大不亲，大不亲，就很顺，就不亲。热吗？太好了，真的觉得头发已经飘飘飘了。99.9%，它不消失去哪里？还是它就是单纯就这样，没有下一个。嗯 ，maybe。爱存在，我要的爱全在你身上存在。冷吗？冷吗？冷吗？因为我开冰箱，把它都可以。你要放比较贵的。我要念榜了，张鹤发还没睡醒。真的假的？真的吗？的。不要啦。不行，第十名。第十名。第十名是佳阳，谢佳阳。哎。哦，你在这。第九名是 Hello， 谢 Hello。我下一次会继续努力。第八名是包子，谢包子。第七名是四季，谢谢四季。第六名是 YC， 谢 YC。第五名是许阿北，谢谢许阿北。第四名是 B 宝，谢谢 B 宝。第三名是飞鸿，谢飞鸿。第二名是浪客，谢浪客。
第一名是玉超，谢谢玉超。送你红包啊，谢谢。像你两分钟后才不下播。对。要不要叫一下？他打错了。爱存在，对啊，谢谢通常不是打错绝吗？不行，他这种小气，你都会叫后面吧？你会叫三个字吗？你会叫全名？哦，我说就是如果你叫用户名的话，不一定啊。但是你叫包子，包子，你叫这个嘞，切竹轮。应该叫容人好，那你应该要叫小晴。小晴，蛮好笑，确定。刘晴，不可能给我三个字都错吧？再见，帽子，出去吧。为什么你有帽子？不是帽子，是。Oh my god！ 很傻眼。Oh my god！非常的傻眼 ，Oh my god， 二合，二合，开放二，开，你们说开放吗？你们说开放，根号，好，你们叫根号二，根号二，耶、yeah, ，为什么有亮？耶，下班，下班，耶，大家拜拜，拜拜。对啊，为什么有两个？太棒了，因为我丢了两个啊。哦，你丢了。对啊，我丢两个啊。拜拜，拜拜。对，要去把它挖起来，拜拜。